我在湘江边长沙小西门湾。我也在玩一下小时候玩的游戏，好不好？对，就是打水漂，这个在你们那叫做什么？哟，这次还不错哦。不过300年前，这里可不是这副模样。清初刘献亭在《广阳杂记》里面记载：“长沙小西门湾，望两岸居人，虽竹林茅屋，皆淡雅清远，绝无烟火气。远近周集，上者下者，老张凡者，薄者，里急者。”大者小者无不如画，天下绝佳处。就像陶潜说的，天地常不没，山川无改时，山川虽无改，人事却已变。其实在1938年前的几百年间，长沙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，直到那场烧毁全城90%房屋，导致30,000人丧生的文夕大火。那么现在的小西门外是什么一幅场景？长沙小西门外，望两岸居人，虽高楼大厦，皆错落有致，绝无烟火气。远近客船，上者下者，放风筝者，咏者垂钓者，飞者浮者，无不如画，天下绝佳处也。看到如此夕阳，不禁让我想起了张籍的那首《湘水无潮秋水阔，江中日落行人发，送人发送人归，白瓶茫茫鹧鸪飞》。